而家是2020年9月14日下午1:25。今日你得一个活动。阿聪，你喺度扫下扫下，玩紧咩啊？我咪就系试紧呢件牛仔褛咯。吓，牛仔褛都关我哋事？梗系啦，呢件并唔系一件普通嘅牛仔褛，而系一件智能牛仔褛。咁犀利？但是牛仔褛可以点智能化呢？你不要看它普通一件牛仔褛咁样，其实咧佢左手边袖口位呢度咧系内藏咗一个小小嘅智能装置嘅，只要将佢插咗入去，连接好你部电话，再加埋嘅手势咧，就可以遥控你嘅手提电话功能噶啦。咁犀利，借嚟玩下。嗱，借乜鬼啊？我对你不嬲都好嘅，已经预备咗一件俾你啦。咁好死？咦，加细码噶喎，咁瘦实啱我啦。喂，終於到啦！自然係你啦，成個 model 咁樣啦。梗係啦。不過我爭緊啲嘢咯。嚇，係冇啲頭髮亂咗？你係爭緊佢啊！冇佢，你又點樣將件牛仔褸連接落部電話度咧？係喎，你咪研究咗點用啦？不如你直接教我啦。哦，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只要咧你 download 翻佢嘅專用 app， 咁入到去啦，咁跟住個步驟，揀翻自己嘅 Google account。側邊咧有碌好細嘅掣嘅，係啦，咁你只要長撳佢3秒，咁佢就會著白燈噶啦。咁佢咧已經 detect 到你一個 tag， 咁你就跟翻佢嘅指示，將你個 tag 咧插入去個衫袖入邊。噔噔，係咪 feel 到震咗下咧？有啊，咦，咁我係咪可以試啲動作啦？冇錯，咁你咧就跟翻佢嘅動作，咁你就去試下。哦，即是我自己可以幫他每個動作設定不同的功能的，即例如我可以拿來播歌啦、追蹤、導航，咦，可以拿來自拍喎，試一下先。幾過癮喎呢粒嘢，但係如果我用 iPhone 嘅話，又用唔用到咧？梗係得啦！如果你用 iPhone 嘅話咧，只要 download 翻同一個 app 咧，其實所有功能一樣支援嘅。見係你教多你一樣啦。其實呢個 app 咧入邊仲支援埋 Google Assistant 嘅功能嘅喎。只要入到去，咁咧係可以揀唔同嘅問題啦。例如我揀咗今日日曆有咩活動，拍兩下。今日你得一個活動。有個活動叫題目會，係成日嘅。乜今日開會咩？係喎，要開會喎，喂，走啦！